用，这个不用，对啊，没了啊，这没什么好用的啊，你看、啊。啊！我现实也来喝水好了，不然都没喝到水。记得喝水哦。我觉得在这边插不好、欸，因为右上角如果有人打来的话，你去隔壁。按键设定不就 F123、F6 吗？F4 是什么？没有用。F5 没有用，对吧、啊、？F123 跟 F6 比较用得到啊。医护局选单，工商车辆。你以后下载来玩玩看，这个你要，这个你不能讲下载，这个你要用买的。而且这个是特殊的模组，不是一般 GTA。我要干嘛？激怒动作。激怒李维，好棒棒！折手指，鬼脸，身体动作，蹲下检查。高三还要去打工。我以前为了一个女生，本来想要去打工的，后来听到那女生准备离职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去打工了。啊，还是我把里面声音调大就好啦。音效设定，混音。哟、哦，开好高了哦！所以我这个调低了。但是有看到非官方多人连线伺服器，大麻十个以下合法。那个非官方，你要看看是不是要钱哦。不用钱的话，那就是盗版游戏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每次拿出来都要 save 一下吗？这样吗？然后，OK。魔力宝贝 M 哦，我本来想玩，可是我觉得都失去那个感觉，我就没有想玩了、欸。之前有魔力宝贝手机版啊，可是那时候玩一玩，就整个就是你也不需要组队啊，就放着给他打就好了。林大大，你跟这个 RP 服务器的服务器一样，可以角色扮演，可是你要有正版 GTA 游戏才能登录这种模组伺服器哦。我就再看看有没有不一样哦。不行，我太多手游要玩了，好累哦。我字幕字啊，对，字幕字幕，来滑一下手机好了。
我们来继续指挥交通。运动，开合跳，预备。终于笑到没力了，好适合我的人设哦。我的人设就是不能做太时间的粗活，所以其实技工不适合我。运动，我是好喘。我们今天现实的雨超大，我跟你讲，你来淡水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大，好吗？我现在就是音量调原本的2倍了。体弱多病的医护人员啊，怎样？来挖土。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呀？这游戏有没有麦当劳也没差好吗？讲真的，你的问题都问一些很奇怪的诶，我已经有点懒得回答你了。没有麦当劳啦，可以吗？不是你的问题就是很奇怪，你自己要怎么讲？你现在问这么多，你又不一定会玩，你都是问一些。只是好奇问问而已，啊，又跟你之后要做的东西都不影响的。体弱是固定无法改变的人设，这个，对啊，所以刚刚其实如果阿公继续跑的话，还是什么，我就是跑到后面会说，阿公你等一下，有点喘，还好是阿公啦，如果是其他人，如果身体活蹦乱跳那边乱走的话，我就说很喘。啊，我的人设有几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。体弱多病嘛，再就是很讨厌下雨，再加上会晕车。小五的声音哦，对啊，小五的声音超特别。声音最棒吗？你是说鬼岛的女生声音吗？你们把蓝娇姨放在哪里啊？我本来是那个，如果真的晕车，我的声音要变成这样子。院长，我现在头好晕哦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有点不舒服，我好想吐哦，院长。我看一下哦，不是这个。身体动作，蹲下检查。蓝娇说：“鬼岛三星之首。”他们昨天聊到后面说蓝娇姨不是原那个人外吗？我快笑死了。欸，而且我昨天在小五还有朵朵在聊天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跑去避难，我把声音调到超小的时候。然后去看啊那个计程车老板的台啊，然后去看其他的台，然后就突然听到他们说什么要聊开就聊聊天室开会，然后聊里面的东西，我就进去 DC 里面听，我还是有听到他们在聊很多啦，就刚好我听到什么人外啊有的没的，对啊，跑去避难。
不是，重点是，当时朵朵刚踏入这一圈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有个朋友叫菊跟彩彩，他就是他们两个在介绍那一圈的东西，然后讲的东西都一模一样，我就说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再听了，不能再听了，不能再听了，什么 A B O，所以他那时候又重复一次的时候，觉得怎么我又听到了一次。哎、欸，其实我真的都只有追警察的线，所以其他台的线我都不知道。所以真的要选职业的话，我不能选警察，因为我知道太多了，这样演起来我会很累，所以我才会选技工医护这边来选，因为这边的线我比较陌生，这样演起来也不会比较有压力。道个早安就算了。早安，早安。哦，你是这个意思哦。早安，早安。然后之后是说，我们医院的人把人载回来之后，就是计程车在外面就是那种排队，不是正常医院外面都会有很多计程车吗？就是这种感觉。繁星是谁邀来的？老天啊！这边人太多了，我想把车停进去，怎么人那么多啦？哎，医院外面不准抽烟，是可以抽啦，但是不要被我闻到，我头会晕。还有你们手上这些，你额头好高哦，等一下，你看起来有点眼熟，等一下你好恐怖哦，我看一下你哦，哟。我觉得这个桶子应该放在这边吧，这边人在这边抽。等下，这个人走路好特别哦，你们觉得吗？等下、哦，你看这人走路，我觉得他有点飘诶、欸。钢铁人，是你吗？钢铁人。重点是记者在那边会不会有人开车？其实那边根本不会有人开车，不是啊，这是讨论的啦，就可能实行看看吧。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像正常的世界啊。怎么这边人那么多啊？哎，我要喝咖啡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聊。小爱抖什么？哦，而且我当时创我的人设的时候，我那个人设是改过第二次的。我第一次的人设是单纯只想当渔夫，然后我的名字叫周星星，有没有？啊，再来就是我怕我取别的名字，人家突然叫我不习惯，所以还是有个星字在。啊，那为什么要姓周嘞？主要是我姓周，我就是周渝民了，哎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我脚一直抖啊？有没有很有想法啊？那人设这个就是你要真的很特别，才会比较好演得起来，对吧、啊？周姓渔民啊，然后我应该不会演感情线吧？我只要演感情线的话，我一定被兔子杀死。他不准我有任何跟女生能接触的个性，不是个性呐、啊，反正就是他不准我跟其他女生太好，游戏内游戏外，游戏外也讲屁话，游戏内也不行。
演戏也不行。其实昨天讨论那些也是你们刚进来一直在面对的问题，我知道啊，但重点是我们昨天讨论到一个最恐怖的东西，就是之后车库可能不会是聚集地了，都可能改到推五酒店去了啊！我是上车了，之后可能那个跑到酒那个推五的那个那边去了，之后可能聊天都改在那边啊，计程车也都在外面排队啊。警察、医护也都在里面啊，之类有的没的。对啊，周星驰主要也是原因啊，因为我当时看到里面有的角色叫刘德华嘛，又那个阿土哥又捏得很像吴孟达，我想说哇，那我也来个周星星好了。那重点是推武那边还没有开放啊，他们还没正式实行啊，因为昨天有说就是不要。被职业绑住，我可以各做各的啊，不然我跟你讲，我直接进来面试说我要当兽医了、欸，哎，我专一我专一畜生的、欸，哎，有没有？因为刚刚那个叔叔讲话真的是我听不太懂，不然我就要推销说，你好，我就要推销这样说，拿牌子。我说，因为岛上现在没有什么动保啊，有没有需要赞助一点资金来让我们来成立动保协会啊之类的？有没有？这个是另外赚钱的方法，假如赞助让动物更开心，然后加入动保行列啊。对啊，春哥要当兵了欸。其实早上医生真的没事做啊，但是要采毒的话，我真的一定要有人带我去，不然自己去真的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办法。哎呦，我的手没有办法那么省啊！你哪知道毒点在哪里，包毒在哪里，怎么卖毒？不可能，你一定知道啊！你又不是真的玩线上游戏。不知道多大，我可能是岛上前几名老的哦。医护警察上班不能采，不是啊，就是下班啊，我下班采嘛。啊，身上一样有包啊。局长有说下班管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啊。有事吗？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好啦，我大春哥10岁。哇，好黑哦！进来吹冷气啊，外面太热了。鱼虾好大哟！哎呦！啊！你撑住啊！医护局，我才要来演习看看那个盆栽怎么办啊？怎么又有啦？9公里，死去哪里？我的天哪！我没有要破坏公务，我刚是要说，先生，你现在头晕吗？还有呼吸吗？不啦，还有意识吗？结果，警察，
我刚刚真的是要自己演习一次啊！哦，太远了啦，来回都18公里耶。结果，结果，结果，结果。哇，哎，那我开最外道就好嘞，好棒哦。结果，车上有孕妇。哎、欸，我讲一件事情哦，如果真的有山猫，我要救到一半的话，我救不了我自己哦，我身上没有枪哎，咋办呢？警铃是哪个？我忘了，我不知道哎。还是这一台救护车没有啊？哇干，你怎么这么强啊？对啊 ，auto auto， 感谢感谢。等下我把音量调大声。外面雨声又变大了。反正我现在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怎么救人而已，还很陌生。我不知道采毒啊，不知道买枪啊，还有的没的。反正我现在是有机车驾照跟汽车驾照而已了。你认识谁了？我在这个世界先认识养乐多，那再来是小芝跟阿福，最后才是局长，不是院长。哦，我一直讲错，院长。目前是跟院长阿福比较好啦，因为小芝的话，因为是女生。角色就是不敢跟女生聊天，会害羞腼腆。结果，哎、欸，其实这样开蛮快的、欸，哎，剩2公里了。而且我那时候当渔夫的时候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如果哪天真的经过大马场的话，我被警察拦截起来，我就说，可是我听说这边有暴鲤龙可以抓、啊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山猫啊！
我撞到什么？抱歉呐、啊，节能减碳，还有意思吗？没事，我有。哎、欸，你好眼熟啊！等我一下，我先把你救起来。好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新的早班实习生。谁？我叫小新。小新。哦，谢谢你耶。哎。你的车。你有办法开车吗？还是我要载你回家？这个是市民的车。哦，那。对。哎，等一下哦，那你处理一下，我载你回去吧。你看要坐后座还是副座吧？我坐副座好了。安全带记得系哦。有系了，谢谢你。你是新住民吗？对啊，这几天刚……第一次看到你。等一下哦。哦。你要多跟我聊聊哦，怕你撞到头会昏迷过去。哦，不会啦，没事，我只是那个手跟脚被碾过去而已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哇，这么严重啊！对不起，不该笑。我的脑袋没事啊，放心，我脑袋智商只有72，我已经生无可恋了。那你怎么会在这边发生意外啊？就是我本来上山坏坏，然后不小心车卡在山上，后来小鸡跟老板他们借车把我送下山，我想说跟市民借个车嘛，然后就不小心被市民的车碾过去了。因为刚刚要救你的时候啊，我看到旁边有野生动物一直想来攻击，我很怕会不会我也跟着死，所以我刚刚救援比较慢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你说山猫吗？我曾经死于山猫的爪下两次啊，因为我有经验。我身上没有枪，我很害怕。哦，那你怎么不买一把？我不知道在哪买啊，我不知道可以带枪啊。有那个卖枪的店，你可以去卖枪的店看看。好，我晚点问院长好了，感谢你哦。不会，我看一下讯息。好的，好的。等我一下，我标个点哦。没事没事。小新，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吗？可以啊，会不会太快了？啊，没有没有什么没有，意等我一思？下哦。没事，请问怎么如看果自己你现手在，机号码？哦，你想象你有一个键盘，然后按 F1。手机的最上面有一行数字，哦，看到了，22815。我的全名叫小心肝，心是那个天上的星星，肝是干湿分离的肝，
所以叫我阿星或小星就好了，谢谢。哦，好好，小星，你听起来是香港人吗？不是，我是台湾人。哦。没有啦，跟这几天刚搬来归岛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跟女生聊天我会比较紧张，所以，哦，所以，没事啦，没事。你是我第二个伤患，所以我也比较紧张这一点。你今天救了第一个救了谁啊？一个老老的，讲话腔调有点跟局长很像的。啊，我就对啊，随便叫他阿公。局长已经去世了哎。院长，对不起，我们是医护局，所以我一直念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院长哦，阿公哦，阿公他怎么啦？他说有人乱开车撞到他，不看方向灯，不看后照镜，然后撞到他。哦，没啦，我阿公平常就眼花啦，他应该是自己去给人家撞到啦，不好意思啦，他我阿公。有时候忘记哦。那他说他参加过第三次世界大战、第四次世界大战，还有第五次星际大战，是真的吗？嗯，他老人家就是，其实他这辈子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啦。就是你知道，他们都会说自己是老兵，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打过仗，所以他其实就会，他现在也是失智症，所以他会幻想自己就是做过了那些事情啊。你就不用太介意了啦。哦，了解了解，谢谢哦。他是你阿公哦。他去打，对，他是我阿公，我是他孙女。没办法、啊，我们医护就是要关怀一下老人啊。哎呦，没关系啊，他有时候会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你就直接把他就是送回停车场，他就会想起来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还有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像香港人啊？讲话的语气。那请问香港人讲话是怎样讲？你听起来是，你说香港人是怎么讲话的吗？啊，对啊。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腔调，就是有点像你，但是你的就是他们的发音。有一些发音比较偏向是有点，喉咙跟鼻腔中间有个调，我觉得啦。那你喜欢这种声音吗？还好哎，只是我听得出有调调而已啦。哦，因为你是第一个这样讲的，所以好奇问问。因为你的腔调很像哎。所以你不会讲广东话、啊？哇，顾聊天，等我一下哦。哦，没关系。我不会讲广东话，我只会骂广东的脏话。丢雷楼模之类的吗？对啊，我只会这句。猴塞雷啊，这种，他们讲话就是比较偏鼻子跟喉咙中间，就是有个调。跟马来西亚又不太一样。我怎么觉得这跟我家的医护好像一样哎、欸？没事没事。要扶你一把吗？你不是伤到脚跟手？哎、欸，怎么一台车？好好。那个小夫他说他来医院看我。小夫是谁啊？走慢一点哦，小心伤到脚。一位警官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是他吗？是坐在椅子上那一位吗？不是，那是，我看一下，哪里？那继续往后走，你走慢一点，我怕等一下伤势更严重。好好，那你之后可能高跟鞋少穿一点吧，不然你这样脚会承受不住自己的体重。不是说你胖，是因为高跟鞋太伤脚了。好，你是不是看过我的病历表啊？没有诶、欸，我
一个人上班，所以找不到病历表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你啊。来，这个床坐，哦，这个床躺好就好。好的，好的。没有啦，他是穿高跟鞋才比较高啊。那现在开始检查喽。你的右手跟右脚有骨折，有擦伤，所以需要包石膏哦。好，那等我一下哦。啊，因为可能会碰到你或什么的，啊，请不要觉得我在性骚扰你哦。哦，没事哎，没事。我其实不会。你那来你这个就城市前有没有听过什么传闻呢？传闻吗？没有哎。啊，有啦，那个养乐多有跟我说。小心黑帮，不要惹到就对了。哦。好了，包扎好，你再休息一下吧。那等小夫来接你就可以走了。好，那谢这谢样子一你。共2000块。现在给你。好。谢谢你啊，小新。啊，那这个是药，等下。这个是药，等一下你再喝掉就好了，止痛药。哎，谢你身上谢。有了，好。这什么东西？刚刚的药水。哦，好，没事，我会喝的。那你再躺一下吧，我出去等他。好，没事。哎，你吓到我了，你就是小夫吗？对啊，你是。我是新的早班实习生，你再等他一下，让他休息一下吧，再带他走。好，好，就这样子了。你不是他应说该，你找他应该到要先，了？他应该看看脑袋吧。哎，你真是他神很经清病醒啊，因为哎！他一直在车上有跟我聊天，所以我觉得他没有伤到脑袋。对呀，小夫。我觉得也伤到不能再伤了，这样不太行，再伤下去可能没办那你法。等一下带他去换个鞋子吧，不要让他穿高跟鞋了，等下脚会受伤啊。我也是这样觉得，啊，我有帮他把他摔倒的。右手右脚给包石膏了，所以再注意一下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！为什么你要绑这个面巾呐？你这样很像那个哎，强盗哎。我会晕车，我怕车子的味道，还有香水哦，味。消毒水的味道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车上的味道跟女生身上香水的味道会让我头晕。头晕是不是？好严重哦！对女啊，生不是都很香吗？你问一下，你，这什么啊？啊，只有你上班了，现在。对啊，因为听说早班缺人，就来应征看看。好啦，医务所不错啦，医院好像也蛮赚钱的。我刚刚在医院门口啊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你们没有看到我？有啊，我有说啊，我说我他是没有小夫啊，吗？我没他有看说那到。不是，那是路人。没有，我没看到啊，我没看到。真的，我刚才坐在椅子上哎、欸，坐哪一个椅子？我没看见啊。我摩托车停在旁边哎、欸，那你只有们看对，到摩托车，没看到人吗？有你啦。们。这个城市没有动保，对不对？动保没有啊，没有动保那有没有要赞助我一些，让我来啊！成哎，立动这不保是小啊？对，夫吗？这不是你学姐哎，吗？学姐小吗？五，嗨嗨，你是谁？我是新的早班实习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小新，干。小新哦，这学为姐什怎么你么没？不知道早班都没见过啊？为什么你要蒙面？哦，因为我怕一些香味，我头会晕。哦，他啊，小怕，夫他为什么？怕。小五，你是不是没洗头啊？你头臭臭的。哦，不是啊，原来是打他刚在被椅子上。晒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不要生气，不要拿汽油桶。那个是什么东西？
那个医疗不要医疗用电击枪，不要。老夫，好，我开玩笑的啦，不要生气。你开玩笑的是吗？对，我开玩笑的。我是找不到害怕在哪里。安总不去上班，在这边打混。你不是要8500，啊、还不去上班？8500，晚一点再8500。我现在还没有8500啊，我现在要还4200，要做到4200的范围就好了啦。你是领多少钱做多少事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不是说他要睡觉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你不是应该想要拿8500，你就要多做一点事。我很认真啊，警局大概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敢说认真了、啊。是这样吗，小夫？真的啦。小夫，走，小夫。怎么了？跟你讲一件，小心肝呐、啊，小心肝。你来。心肝。等一下，你叫我小心好了。你加第三个字，我好害羞什么的。你以后要买修车包就找我啊。那你是谁啊？我有很多。你是谁？我是小猫。嗯，那你有给我电话吗？好，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 OBS， 太大声了，吓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耳朵听不到声音。哦，说你今年几岁啊？我妈，我1988，我1988，哦，20岁是不是？30。哦，1988。对啊，哇，你好像康复了，你声音好大声哦。哦，对不起啦，那个我刚刚小精灵上身了。我想问问你，就是医院有没有卖 VIP 啊？就是我进10次，然后保底医疗一次多少钱之类，就不要太贵，算我便宜一点。有欸，我有跟店长提议，要不要办个什么医院联名卡之类的，就是你进来几次可以享有几折优惠。哦，那我应该是常。这个我在跟院长，这个我在跟院长讨论啊，那我再跟你讲。几点啊？其实是有人来接班，我就可以下班了，因为我实习生而已。哦，我懂。那小心肝，你要买修车包，要跟我买哦。好，我再联络你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啊，走慢一点哦，记得换鞋子哦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啊，叫到超大声呢。我先输入一下他电话，简讯70089吗？70089，我觉得他太快了啦，马上跟男生要电话，修车车厂小猫。好了，外面下大雨了，难怪空气那么潮湿，我的天哪！他从母姓，他那局长从父姓，叫那个什么什么不带什么的，还是什么的？比较舒服。不是啦，他说局长叫什么不带。他在
我讨厌下雨，我讨厌下雨，我讨厌下雨。可以带我去修车我厂，那个走那个什么的走吧，吊厂，吊车拖吊厂，好。对，你的谢谢。小五先带小猫去拖吊厂。好啊，好，你去。没办法，我只有这一台了，淋个雨应该没关系。钓虾场，他不是要睡觉了？哎，对耶，医护是不是女生比较多啊？我刚刚才想到，好像除了我跟院长还有谁？因为前几天他们有改，不是改革啊，就是有换人，没有了，哇？哎，我如果换衣服又换回来的口罩还会在吗？院长，你阿花啊，小五现在是什么？修车吗？还是医护？你可以讲啊，你可以讲啊，这个还好啊，这不算剧透啦，我只要先知道而已。还有学长，哪一个啊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它又涨回来了。来，我们再一次，再一次哈。我等一下我先拿医疗包，医疗包这里吧。你聊天的人的声音好像有点大。你说我在别台的声音很小声吗？是这个吗？是吗？可是我真的拉到最大声了、欸，我。这个真的很麻烦，我的麦克风，这个吗？增强对话也不是啊，这个我通通拉到最大声了，麦克风音量。喂，想讲话要被你背，你就讲啊，语音内聊天室。语音聊天时的游戏音量，应该调低吧？除了你之外的人，声音也小小的。哦，时针箱哦，时针箱是被院长革职了啦，这个我知道。语音模式。喂，喂，喂，还蛮大声还的蛮啊。大声的啊。害我刚刚害我讲刚话刚有讲话有点，点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我们继续演我们的内心戏。昨天有个叫小坤的学长哦，好像有，好像我看到诶，其实我不知道小坤是谁。现在在检查你哦。看来你的手啊有点严重诶，你看你的手都不见了，脚也被切掉的样子，好可怜啊！还听到我说话吗？Hello，看来你没呼吸了诶，那我跟院长禀报喽。
不会啊，不会演这种戏，好难演哦。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当医护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要先认识职场的学长姐吧？可是那个学姐就开着跑车走出去了，哦，好好好好，哦，我真的是很讨厌这种雨诶，会让空气超潮湿的，很不舒服。哦，我都感觉到空气好潮湿哦，你们会吗？对啊，我像刚刚，我以为又是那个谁，又是阿公，结果是小猫，谁会知道？就突然跟我要电话，我想说靠，不等我再多认识几次再拿电话吗？啊，换个角度想，他只是要电话，然后要我跟他买修车包。这样讲就好了，这样想还蛮合理的，那等于换名片的感觉啊，就推销自己啊，说自己有修车包啊，然后可以跟他买啊，直销不都这样子吗？小五的事情哦，没关系啊，小五的话我多少还是有看啊，我有看哦，跟老天台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小五的事情？只是后面很多次我都睡着了。声音，这样可以拿咖啡喝吗？咖啡，不行哎、欸，啊，我再这样说下去就可以接院长的班了，真的吗？那我要讲了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们来为我们的盆栽起名字吧。我觉得这个可以爬，对不对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能这样子。F3，身体动作，蹲下检查。可是这几个都是站着的符号诶。摇头、起步、踱步、喝水、尿尿、捡东西。等一下，这检查太毛手毛脚了吧？那这样子好，我另类的肾上腺素，你是说解一个吗？哎，我怎么有两个啊？这个我之后再跟院长拿吧。我说院长，我需要一点药，不是我要抽的，我要给病人用的，对吧？啊，我另外一个设定就是下大雨的时候也不太想出门，很烦。啊，我应该刚刚多收一些钱的，因为路途太远了，对不对？路太远要多加收钱。自己采不是重点是，是我现在的角色不知道要去哪里采，我要触发到这个剧情，我才能去采药，不然我不能乱拿药。哎，你对我们动保新建计划有什么兴趣吗？交一点点钱哦，就有更多的动物可以获得保障哦，有没有兴趣？一点就好了，一美元，一美元就好。一共啥？一美元就好咯。现在动物很可怜，不救救他们吗？刚刚救人的时候，我好像不小心撵到一只兔子。我刚刚其实心里很难过，你就不能赞助一点点吗？拜托。现在这个城市没有动保。需要你们来赞助一下，支持一下。可以吗？拜托。
就一下下就好，就一点点。还是你想要买大麻？哎、欸，不要淋雨，淋雨会感冒哦。对啊，你们不能一直要我。哎、欸，说真的啦，你们如果真的有常在看他们的台的话，你们不能一直去干涉到别人。重点是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这些上帝视角的，我自己也是啊，我自己也看过很多，所以我演起来会比较辛苦。像你看，我局长跟院长一直讲错，所以我已经 NG 很多次了。你不能去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，像比如说你刚进来，你就知道彩度的点在哪里，你就知道你路上看到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、什么职业、做过什么事情、分手几次、在一起几次、抽几次大麻，不可能啊！就算你真的知道，他没有提，你就是要演的不知道啊。目前几个人在线上，还蛮多的嘞。蛮多的，感谢发咯。对啊，我就是一张白纸哎、欸，我很纯洁、欸。你们已经不是小精灵了好吗？你们都是恶灵哎，你们那些在指使我做坏事的，发票没中，我现在在用电子发票了。这有20995，没有啦。要这样子，我也可以去叫老天呐、啊，把你们都 ban 掉啦，有没有？他不是会驱魔？啊，至少开这个台位置就聊天啊，蛮棒的啊。平常虽然常在做的事情，